提笔如画，还以他年华。千年风沙，岁月都记下。我此生的牵挂，分辨是非真假。可是缘分让我遇见他。 装聋作哑，一眼无言下，朝朝暮暮，只在一刹那。我并肩也无话，与他轻轻浮华，把心事放下，我无法自拔。我借笔留。 下风花，洗尽烟沙，沧桑变无暇，也让我放下牵挂。一笔一画，描出一个他。我借笔留下繁华，洗尽烟沙，如何说情话？一支烛簪作画，衬他的脸颊。 遇见他，是我最幸运的事儿，够吹一辈子的那种。他让我想成为更好的人，我的人生也因他而改变。条玉心斋修复视频推送，请注意查收。真不愧是我的偶像，每一个手法都是那么完美，太佩服了。手控在此，不知道脸什么样啊？肯定颜值逆天，说不定太丑才故意不看脸。求看脸，求看脸，求看脸，求看脸加一。 男人也不能光靠脸，就凭这手艺，吊打一切花美男。哼哼，你确定你要粉个丑八怪吗？我粉的是他的才华，长什么样不重要。我邱大原子，总有一天也要成为像他一样的修复师，今天就是我梦想达成的第一步。我们的文物修复课程呀，有2个选择，有1对多普通修复师的半年课程，也有1对1高级修复师的全年课程。咱们这儿的老师啊，都是业内资深的修复师，还有玉心斋直播的修复师呢。他就是那个修复大神啊，真人啊，我太幸运了。哪居然见过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请问您是玉心斋的修复师吗？正是在下。 My God！ 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大神。那个，我一直在关注您，您那些视频我反复一期不落的我全都给看了。您能给我签个名吗？你就在这儿签就行，我给您拖着。这双手不对啊。谢谢。 林月，果然是大神，名字都这么霸气。嗯，我能跟您握个手吗？这根本不是视频里的那双手，骗子。这个人在这十几天他在干什么？我爸说他在修族谱。什么是族谱？去把赶紧来看什么走吧，别打扰人家。李追明是个榜眼啊！我这么主事，这么棒的人物。是啊，以前听奶奶说过，还以为是吹牛呢。面来了，出了这么大的人物，面来了，真是。那你看，你看，这么多。哦，小秦，你辛苦了，你要多吃点。谢谢。吃。哎，你给我们李家修谱那多少钱？人家小秦根本就没收钱，纯粹就是来帮忙的啊。哎呀。 这多亏你啊，不然这帮六亲不认的小子，连自己的根在哪他都不知道。我听他们叫你小秦，你不姓李啊？我叫秦志远。哦，那我就搞不明白了，又不是你祖宗，你干嘛那么上心啊？这族谱上的每个名字，都是活生生的人，而后人对前人的记忆，就是历史。家法坏。 蝴蝶上有一封，蝴蝶坏，人生不知来处。我叫秦志远，字画修复师。无论是古画名书，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家谱书信，无论他们陈放于庙堂，还是遗落民间，对于我来说。 他们都是时间长河里的沧海一珠，帮助他们恢复本来的面貌，就是我的使命。你要的20张画，您是现金支付还是扫码啊？要个钱紧，先付一半。哎，你上次就只付了一半，下次一起付吗？你上次也说下次一起付。我有钱，你要是再赖账的话，我就诅咒你抢红包，永远只抢到1毛钱。表哥，等我发大财了，我天天给你发大红包。 哎，别看你从小学习不怎么样，咱们家祖传这木板年画，你确实做得不错。只要我肯学，我就是王者。哼，也不知道谁，科目2考了3回。你这就是赤裸裸的技。片面，哎，我从8岁展现出来的商业才能你看到了。你继承奶奶的性和手艺，我负责把手艺变现 ，perfect。 哎，元哥，你又找了一家文物修复班啊？别提了，之前那家是彻头彻尾的大骗子，所以我还得再想办法。那这学费也太贵了吧？不是，那你这要熬多少年才能靠这赚钱呀？你这是在浪费时间啊！你的雕版手艺加上我的聪明才干，我们应该继续创业才对啊！做生意是你的梦想，不是我的。梦想是需要靠钱来支撑的呀，我的亲妹妹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现在啊，就靠着卖仿古画赚钱的，你可别担心，我不会耽误你的。 拜拜，拜拜。哎，罗有钱，啊，这袋苹果坏了，退了吧。坏什么？这我直播现抢的，你坏了。 真坏了？不是你特异功能啊？ 收工！啊，收了。大家都辛苦了啊！今天啊，咱们的拍摄很顺利，现在我们也是粉丝破10万的网红古董店了，再奋斗奋斗，咱们玉清斋呀、就是网红打卡地了。等到时候咱们粉丝突破50万，我请大家去搞团建。哎，好，谢谢老板，哎，辛苦了，老姐，辛苦了啊！你的冷萃乌龙。 什么破名字？不中不养，不喝。尝一下嘛，去冰，不加糖。糟蹋杯子，扔了吧。这个呀，是咱们下次的拍摄方案啊。拍什么我说了算。好，拍什么你说了算。 老齐，最近我新收了一幅画，你炫耀呗？没兴趣。这怎么说也是咱们玉清斋的重要资产啊！你作为合伙人，你不得了解吗？谁是你合伙人？我是不想让你把你爸的财产都败光了才帮你的。我这不是努力吗，叔？又来。虽然你年纪比我小，但是你辈分大呀。我反正就信你一个，是真是假？ 一句话，一演讲，不至于吧？多少钱收的？27万。我真的已经很努力在帮你了，还是赶不上你败家的速度，爸。 不行，我高硕要是不把这骗子找出来，我就改名叫高大傻。高大傻子，我上当受骗。喂，大个子，帮我找到做假仙桃图的人。这个罗有钱，干啥不灵，6号第一名。抓住！啊！救命啊！抓住！我就让你看眼花，你跑什么呀？我没跑啊！这话是不是你来的？那得看你的需求了。那废话是不是你？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可以退钱啊。退钱就不用了，带我去见画就画的人。谈个生意。 彪哥，误会，来谈生意的。那个，我是这幅画家的经纪人，我叫罗有钱。生意上的事儿，您跟我谈。我们老板想当面问几个问题。哦，当面，那您也知道，手艺人嘛，靠手艺吃饭，总不能免费问问题吧？ 什么生意你都敢接，万一问题我答不上来怎么办？上网查呀，笨。开价吧，痛快。这样，您呢也算回头客了。1个小时2000块钱，这个价呢，绝对是童叟无欺。我总不能没见着人就付钱吧？这个您放心，我这个人啊，信用等级很高的。人就在这儿呢，秋容记木板年画传人，仙桃图就是他做的。Hi, it's me. 下车。快走！哎，看这样，买家应该是上了把年纪。我跟你说啊，老人都寂寞，你就给人当一把孙子，陪人多聊聊天，按小时计费，能多聊一小时多聊一小时，这样你修复班的学费就出来了。你放心，我最招老年人喜欢。 漂亮，加油！你在这里等着，只有他进去。走吧，加油，元哥！史叔，你给我发60秒语音方阵的劲儿，盘他，盘他！哇哦！哦呦，这个小哥哥还挺帅。这画是你做的？嗯。嗯。有什么要问的就问吧。 让他换身衣服再来。啊？换衣服？你们这茶楼跟洗浴中心一样要换衣服的呀？不雅。什么？不雅？哎，不是你这个泡茶小哥怎么回事啊？来，出去说，出去。你泡茶管我穿什么？这泡茶小哥有问题。来来来，这边。哎，钱要给的。给我。 他自己穿的也没有多高级啊，只凭什么说我呀？好，小气。是你们叫我到这儿来谈生意的，不是我自己要来的。先别生气，这样，我找个人先带你出去买身衣服，这钱我出。你出？嗯，时间也算在资费里。也算。算。哎，你怎么这么快出来了？ 哎，那个，从刚才路上就算时间了啊，那不足1小时也得按1小时计费啊。人家老板让他带我出来买衣服，而且买衣服的时间也计费哦。我可是第一次带薪逛街呀。哎，买衣服算时间。哦，快走了。 我故意支开他的，他不是你要找的人。哦，那画不是他卖给我的，但他是制假的，我找到他还愁找不到售假的吗？制假的也不是他，什么意思？给数数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哎，怎么多了一个呀？啊，那我那制装费不也白花了吗？不白花。 他是我要找的人。请坐。嗯，不行，坐皱了就退不了了。之前都是误会，我们现在两清了。你们有什么问题尽快问吧，啊。坐吧，喝杯茶。来，谢谢你啊。啊。嗯。这套衣服颜色和质地都很好，眼光不错。还用你说？这么贵呀？那现在是退不了了呗？废话。 吊牌都沾了腿，谁让你？这幅画是你做的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什么生意啊？怎么就不能让我看了？让我进去！给我等着！呜、哦，你也想打架是吧？我跟你讲，里边那是我妹，我现在必须要去见她。你这手艺跟谁学的？家传的。哎呀，他们是不是真的没安好心？我。 陋巷榆木，印之素纸，南夺北戎，都不是。苏州片后门岛，也不像。别胡说八道，我们家是正经木板年画手。贵姓？我去趟洗手间啊。干嘛去？你不会想用尿遁这么低级的理由吧？哎。 我没有啊！跑远了！哎，快跑！啊！你开始干嘛？对！啊！等等我！快！哎，分头跑！谁？我！要不要拦住他？既然他愿意跑，成全他，开慢点。 老茶，你真够仗义的呀！我肯定仗义啊，我都快跑吐了，我都帮你拿着这袋衣服。拿外卖我都没见你跑这么快。我说你以后能不能靠点谱啊？你这几个客户什么鬼啊？啊！我哪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这是不放弃每一个赚钱的机会嘛。你转过去。 哎呦，这吊牌都给扯了，这也没法退了。他可真够鸡贼的。圆圆，别画了，别画了，他们来了。谁啊？他们呢？谁？我跑不动了呀！哎，别过来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别进来啊！我妹在换衣服啊！哎，你别耍流氓啊！ 你们干嘛你？你就在这儿工作？对啊，不然呢？哎！干嘛？嗯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告诉你啊，还真不错。你别过来啊！ 我跟你讲，我可学过跆拳道、柔道，还会咏春拳。啊！确实有点本事，省时省力省成本，能把橡胶雕成木板的效果，还真是有点本事。嗯，这样，你再给我刻一套仙桃图，报个价吧。 那有现成的。我不要你那九个桃的赝品。你别诬陷我啊！八个桃才叫赝品，九个桃那叫致敬经典。是什么不重要，这生意你接不接？接啊，当然接。怎么也得要个5000，让他下半个月吃土。一口价没商量。5万。啊。现金。好。 但我只给你1夜时间，高硕。哎，么情况？人傻钱多，速战速决。哦，那我干啥？把这二位伺候的妥妥帖帖就行。 他们这也用不上我呀，这喝喝茶都自带茶具，真讲究。做作，喝茶还搞这么多花样，花而不实，矫情、傲慢、没礼貌。二位口渴吗？不渴。那就开工吧。啊，开工，开工，快，开工呢！咱们真要在这儿熬一宿啊？ 那也不能饿着肚子呀！那谁，给我钱是吧？走，啊，干嘛去？啊？啊？看着真让人上火。您在这儿慢慢喝茶，我回家继续动工。想赚钱就别耍花样。 你放心，我比你还急，我得回家印刷。没骗你吧？这儿没有设备。走。嗯。 这位先生，我这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弄完的，要不你先回去，我保证明天一早你就能拿到。我要是你就少说废话，专心工作。请吧。这个房间给你气质很大。我还有气质啊？流浪汉气质。这位先生，您可真是聊天界的翘楚。你好好坐着吧，不会说话就别说话了。谢谢您。开始吧。用你说。 这个人花这么大的价钱要我仿制这幅画，不会是要印更多的假画吧？那我不就犯法了吗？我得在板上做好记号，也好留下个辩解的理由。这个标签肯定又少干嘛？ 我要的是和这幅画一模一样的雕版。如果你敢善意增改，多一个桃或者少一个叶，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，懂了吗？继续。把我的晚餐送到这个地址。您好，您的红烧肉。哎，服务员，这几样菜能 送外卖吗？啊，您直接在手机上下单就行了。哦，谢谢啊。啊，不客气。干嘛呢？哎，这紫砂红烧肉啊，是这家店的招牌，来晚了还得排队呢。嗯，味道怎么样？不错。嗯。哦，这两盘菜好像不够我们吃哦。我够吃啊。 我也没吃呢，哦，我就是一个人吃饭无聊，没事你就坐那玩手机啊。你不能，大哥，我知道你逗我呢，你就不是那种人。是吗？那我是什么人？你看啊，你一副老板的装束，你能给比你小的人当助理，为什么呀？说明你能屈能伸，卧薪尝胆。你现在触底，你等着反弹呢。那我不用反弹，我就是他老板。大哥，你可真厉害啊！哎，你对下属都能那么体贴，心胸宽广，大格局。这没办法呀，因为他是我大叔啊。大叔，对呀，都怪我爸。你爸？ 哎，哎，那你俩也不容易啊！来，喝了这杯老酒，解解心患。他怎么知道我要干嘛？会读心术吗？不过别以为我是好欺负的。 来吧，问子俊。话要一模一样，偷偷留个名字，谅你也看不出来吧？你这么说我就吃明白了。 他爷爷的堂哥的儿子是你爸？不是，是他爷爷的堂哥的孙子是我爸。哎，你不能这么说你爸。您好，您的外卖。哎呀，哇，这么多菜啊，你一个人吃不完的。 我是从来不招蚊子的，你在我就更放心了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连蚊子都欺负我。窗户开着吧，两边通气，吃起来比较舒服。哇，芙蓉酥哎，哎，我经常去山塘街的那家小店去吃，你吃过吗？ 我外婆教我的，一定要吃刚出锅的芙蓉酥。我总喜欢带几颗咸酸梅子去，泡开水，软乎乎的，香甜的芙蓉酥配上咸咸酸酸的梅子水，哇，幸福感瞬间爆棚。哎，你馋了？没有。你有，我都看见你咽口水了。食不言，寝不语。 再看于心斋的视频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也没什么，我和于心斋有些来往。那你认识于心斋的修复师吗？于心斋的修复师可多了，你说的是哪个？就是视频里的这个小哥哥。小哥哥。 你认识他？认识也不认识。我虽然没见过他本人，但是他每一期视频我都一秒不落的看过。他的那双手化成灰，我都认识。你笑什么？啊？你见过吗？见过，当然见过。他长得帅不帅啊？ 你有他的朋友圈吗？照片给我看看。他长的样子呢，用你们小女孩的话说就是高冷霸道，颜值逆天。真的啊？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人。这些跟他都没什么关系。你到底见没见过啊？ 他呢，就是一个扔到人堆里都找不出来的普通人。普通人，你才是普通人呢，你根本就不懂大神的魅力。 你跟他都没有见过面，好像你很懂他一样。有的人呢，对我来说就像小透明，就算我见过1亿次，我睁着眼就能把他给忘了。比如你。有的人呢，就像是 soul mate， 虽然没有见过面，但是神交已久。比如我的偶像。我们这种灵魂沟通的境界，你是不会懂的。 哎，好想拜我的偶像为师啊！有眼光，可惜不太可能。要你说，烂心苹果，说了你也不懂。你怎么睡在这儿啊？我把脚拿下来，臭死了！拿下来，拿下来！嘿。 天哪，他的五官好立体精致啊！这高挺的鼻梁，我也有就好了。长了一张司马南的脸，却是个毒蛇。脸长这么好看，手应该也不错吧？干嘛？蚊子。画好了，你来看看吧。啊，又接触不良了。杨哥。 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看我说这人没安好心吧？不是，我们是触电。触电？不是，你跟他触什么电啊？那个谁，老板不是电他吗？乱七八糟。哎，不管你们谁是老板，东西做好了，付钱。高叔。啊，对。哎，提前说好了啊，我这个属于个性定制款。 不准退换，没问题。那我得先仔细数数清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，我都数明白了8个嘛。你管我？哎，那个怎么样？有没有被我精湛的技艺所折服？啊？勉强说得过去吧。 你得告诉我，经过我仔细的查验呢，不多不少，正好8个。嘿嘿那经过您如此专业细致的查验，是不是可以付钱了呀？着急了，哼！1、2，哎呀，3、4、5，哎，记得给个5星好评啊！哎，给我。 慢走不送，哎，我帮你保管啊，先放我这儿。哎，我放我这儿怕什么？我哎别，哎呦，我们能共患难，还不能共享福吗？你给我听我，你信我你。对了，我叫秦志远，我就是来提醒你，别忘了你说的话。我说的话多了，他说的是哪一句啊？嗯，你脸怎么了？ 那玉心斋呀，还真把那幅画给烧了。咱们这院儿啊，打野的人多了，谁不认个栽呀？但是这次这么大张旗鼓的打假，我给头回见。哎，年轻气盛呗。哎，小高，过来。哎，怎么了，三位老板？啊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上次人家是着急用钱，才把那幅画27万抵给你的。对呀，骗术高明吧？ 还跟我说那画原本只有50W 呢，哎，你们也太心急了，这万一人家找回来，你们该怎么办呢？我跪求他赶紧回来，把那画给拿走。拿什么？拿花啊？花儿？什么花啊？啊？月里青山淡如画质，中国线装书之美。随着造纸术的出现，纸张成为了文字的主要载体，我们熟悉的线装书也应运而生。 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线装书的制作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取出印刷好的书页，然后将书页没有字的一面依次对折。在所有的书页按照顺序对折后，以书页蓝线为基准，将它码放整齐。接着，我们就可以在书页的前后添加副页，以起到保护的作用。拿出准备好的锥子，将书页打眼、并捻。这一步 是为了把它连接成一个整体。接着裁齐书页的余边，就可以进行工角、装书皮了。完成之后，再次打眼、钉线，整本书就固定好了。最后贴上书签，一本精美的线装书就制作完成了。一颗逐梦的心 此刻，我竟默契靠近你。一刻，当我的心复刻了回忆，我一直踏着梦前行。看着那离开的回忆，刻画的心。 看花里藏着的。